艾莉不是灵璧鬼女主角、啊，所以这个莱恩之前一直有微微描绘，就是他爸，没发现啊？这怎么会发现？就是你爸啊！你看这灵璧鬼他爸，他爸妈都没有登场啊，登场只有那个是爷爷吗？爱喝苦番茄汁。啊，在这里揭晓。都忘了还有爸爸。所以这样他也会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啊。之前还想说有没有可能是坏人方之类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这个爸爸，爸爸之前有失礼节啊，爸爸接下来都会持续的声援您的，爸爸。了解です。真的，他爸妈都默默登场。优秀设计师。又 loss 了。ようこそリベールアンテナショップ。再开一家店。どれも自慢の一品ばかりですよ。またのお越しをお待ち。では向かいましょう。ラスドラ、我们做到了。又他们，居然跟双胞胎一起失败。喝酒也要大，有轮就是我们的守备范围。喝一杯。焦虑，所以大家都在这里喝起来。さあさあ食っていきな。期待は裏切らないぜ。汉堡。いつでも待ってるぜ。多亏老师指导，攀起来。要喝吗？
才不会理你呢。幕后工作人员，所以这个他们的决赛又要往后了。噔噔噔，快请进啊！也难怪我们可以轻松进入。正面迎战，倒个水。孽缘啊，支持他的梦想，赌上幸运，刺激。看这个赛车手，不仅要有天赋，还要有资金呢、啊。多次正面对上，有好几个父亲，他们也有兴趣的事业。希望将来有天能去迎接你，人小鬼大。你真的好认真，你有其他理由吗？就是想让你进门呐、啊。ようこそ Z1 公式ショップへ。相信自己的直觉。好きに見ていくがいい。実際のルーツで使われた貴重な品々もありますので、どうぞ心置きなくご観覧ください。道安店ショップでは Z1 愛車よ。実際のレースで使われた貴重な品々もありますので。那就让我们去绕一圈吧。很有气氛的时段了耶！
去摩天轮绕一圈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状况啊？要高高的才看得到啊！听说吃了不少苦头啊！啊，一周不见，你们看起来很累呢。再怎么说，都点了漂浮浓郁可可雅和蓝色奶油苏打，搭配玫瑰巧克力嘛，这非常的有品味哦，两位。毫无遗漏的点了这家店的极品隐藏菜单，哼，算你们厉害。随便点一点，他哥哥也喜欢甜食啊。这家伙也爱吃甜食啊，少郎也爱吃。不知不觉，大家都一起坐下来吃了。有吗？有吗？可恶，犯人前面没有点。哦，乖乖回到角色。最高干部的聚会。战鬼那小丫头和公子哥，还没拿到酬劳。感知するつもりはね。あとは勝手にやってくれ。そっちの目的が達成できるかどうか。せいぜい楽しませてもらうぜ。すいません。敬请期待哦。你们会迎接怎样的结局？甜点的资讯还是委托你告诉我们好了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对啊，之前这两位有没有一直在想是哪一个方面的？但终究还是迫切的委托者，所以确实也有可能成为角色的执行者。奶油乳酪新冰乐，
挺让人上瘾的哦。艺术性，到时让你当见证人也可以哦。